我觉得两位老师都用了一个词儿，很正常。但我觉得说的正常都是局外人，都是坐着说话不腰疼的人。我设身处地，在你这个年龄，在这个阶段，如果我的老婆拍出了这样的照片，我会非常不开心。我相信，我老婆可能也不会拍这样的照片。为什么？因为她知道我会因为什么事儿不开心，所以她不会去做。不做这个造型，你可以做其他的嘛。明知自己男朋友很在意这一点，为什么不但做，还要偷偷的做？这是你做的不合适的地方。模特这个行业是你现在想找的一个暂时的活儿呢，还是未来的一个事业呢？没有，我就是想用来过渡一下。这你听过吗？就未来我不会做这个事业的，我只是一个过渡的一个事儿。他没有和我提过。你们应该谈清楚，因为你们两个性格是相近的，都是蛮强势，甚至都很任性，这样的性格就会很容易把情绪外化成生气，说一些绝情的话，分手，然后暴怒，对不对？做一些其实失控的事情。越是这样的人越需要冷静一下。很多人说爱情是不讲理的，但是你们这种性格碰到一起就得要讲理，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这件事情。比如说他现在找这个活儿，因为什么呀？不就因为你吗？使他失去了原先那份工作呀。而他现在做的这份工作也是要为了自己的所谓的一个过渡，你为什么要一刀切的去剥夺呢？你跟他说清楚，这类的照片尽量的别去拍了。那你的工作是支持的吗？而且社交尺度你要掌握。明明男朋友坐在边上，男客户给你介绍男朋友，问你是不是单身，你居然不能去表明，他心里或多或少都会不舒服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互相体谅，讲讲理。如果说得理的人呢，哎，要饶人；不占理的人呢，用情来补。这样你们就能顺利的过了这个阶段，往下走，其实未来日子很长的。回首再看，你们这点问题都不是事儿，再用他们的话，很正常，过了就好了，就这样。你们俩有的时候这有些事儿啊，就特别不是自己该干的。一个女人愿不愿意体味你的感受，让你不要难受，这是她应该自发的行为。她要跟客户严词拒绝说我有男朋友，这个事儿应该她做，你逼着她做，这事儿就变味儿了。其实你表面上每次都在很大声地对她说你不可以做这个，你不可以做那个，其实在真正的内心状态下，你是在求她不要拍这样的照片，求你跟客户说你是单身。其实你声音越大，越体现出你拿她没有办法。但是你呢，其实你是内心有一种渴望，自由的，无拘无束的，把自己的美送到每个人的眼睛里。你很渴望别人对你的赞美，所以你会下意识的不跟客户说我有男朋友。如果你很在乎他，你马上就会说啊，你没有那么在乎他。在在乎他的感受与别人欣赏你的目光面前，你是想改变自己的行业。求着一个人改变，永远到最后是适得其反。他要是那会儿在乎你，还可以应付你一下；他要是真不在乎你了，他只会跟你一句说一句，你管我呢。中国的文字真是博大精深，当一个人说你管我呢，这个管指的是控制我。但如果一个女人说你管我吗，那说明你要对我负责任。我们每个男人都希望一个女人对你说的是你管我，你管我的老，你管我的吃，你管我的穿，对你有依靠。但如果女人说你管我呢，说明你在她眼里是没有价值。你应该实行你的自尊，管好你自己该管的事情。至于她到底愿怎么活着，怎么交朋友，怎么穿衣服，怎么拍照片，那是她自己的事情，你是管不了。你管好自己吧，好吗？就这样。其实他们俩这个恋爱挺失衡的，男生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抓不住不确定啊，而女生是觉得我随时可以抓住你，我很笃定的。所以这是曲总刚才说那个最大的核心问题，他知道我难受，他不会去做，因为你的力量够了。要爱他，就自己成长，有力量，女生。
不喜欢，觉得不够，就直接告诉他。我觉得坦诚最重要。